大家好，我叫舒玛，我的中文名字是苏格格，我是西南尼卡大学的理学生。今天我将分享我在中国旅行的经历。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，我去了成都和重庆。在那里我看光了科技馆，我开始了解中国的科技史，然后我去了熊猫研究中心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研究中心。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可爱的熊猫，我去了很多传统食物，我也穿一些中国传统服装。在重庆，我在山东下的河里乘船。在中国的夜晚非常有趣，我经常晚上去河边欣赏中国艺术家演奏的音乐。假期我去了泸州的一个游乐园，我还去了泸州著名的森林，那里充满了自然美景。对于旅行，我的部分时间选择的是但在公共汽车上也很方便。真的很好玩，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经验。